欢迎打开落 B 频道。今天的主角是蜘蛛人新宇宙 Spider-Man Into the Spider-Verse。 这是一部动画版本的蜘蛛人电影，配音的有大黄蜂的主角 Hailee Steinfeld、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得主 Mahershala Ali 以及 Shameik Moore、Jake Johnson。高评价的口碑让它持续延烧到2019年，真的是很抱歉，我到现在才做这部电影的影评。就我而言，这部超级英雄动画电影真的是超棒的。 如果你有看我上一支影片，那你应该就已经知道这部电影在我心中的地位。蜘蛛人一直是索尼这家电影公司，无论是拍过几次都是票房保证的 IP， 而且这次不只给你一个蜘蛛人，一次给你7个。 2007年的《蜘蛛人3》，因为里面有3个反派的关系，导致剧本出现了许多的问题，也因此 Sam Raimi 没有办法拍摄他原本想要拍的第4集。而在《蜘蛛人新宇宙》中有7个蜘蛛人，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剧本的平衡以及轻重算是做得相当好的，整个主线故事都还是相当的清楚，而同时其他的角色也不会让你觉得只是一些过场人物。这个剧本是一对编剧搭档 Phil Lord 跟 Christopher Miller。 他们之前写过的剧本有2009年的《石破天惊》，还有14年的《乐高玩电影》。他们也导演过真人电影《龙虎少年队》，还有他的续集。在《蜘蛛人新宇宙》当中，主角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 Peter Parker， 而是另一个终极系列蜘蛛人 Miles Morales。 是一位拉丁和非裔混血的少年，不过 Peter Parker 也是有出现在这部电影当中的。蜘蛛人新宇宙最大的卖点就是它使用了美漫常常出现的多重平行宇宙这个设定。平行宇宙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一直没有什么好感，感觉就是一些编剧穷途末路之后写不下去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的法宝。但是在蜘蛛人新宇宙当中，这个平行宇宙的设定不只是带给我们多个蜘蛛人而已，更是创造了一些关键的 感人剧情，像是每一个蜘蛛人，他们都有共同类似的经验。就算每个蜘蛛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包括 Miles， 却因为平行宇宙的他们都聚集到一起的关系，让他们认识到彼此都是不孤单的。这位主角 Miles 是一位青少年，那这是这部电影很大的一个特色，它确确实实是一部青少年的成长电影，而且不是迪士尼频道的那一种。 电影当中你会看到他成长的环境不是特别的差，但是他有相当多的烦恼还有困扰，而这个主角就在种种成长烦恼当中挣扎着。我是对这部电影在刻画这件事情上面是很开心的。 在《S 战警》系列的电影当中，是会提到一些这种问题，但都没有像《蜘蛛人新宇宙》里面把它当成是主角，甚至是主题。剧本也很完整的以这件事情作为核心来出发，散射出去到每一个角色、每一条故事线。而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就是 Peter Parker， 他是一个比较有年纪的大叔，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问题，大叔也有大叔要面对的人生问题。 虽然他带领着主角成为他的导师，但是他的人生也是不完美的，他也在他的世界里面挣扎着，而且甚至是更悲惨的。每一个平行宇宙蜘蛛人都要面对他们所失去那个重要的人，都有他们的 Uncle Ben。而在这个 Peter Parker 身上，他还要面对他已经失去的时光，他的青春。女主角关非常迷人，而且她的故事也挺有趣的。在她的宇宙当中，是她被蜘蛛咬到，拥有了蜘蛛人的能力，而她最好的朋友 Peter Parker 则是注入了血清，让自己成为蜥蜴人。在双方对决之后 ，Peter Parker 死在了关的怀里，这激发了关成为蜘蛛人要去保护这个世界的原因。希望能在后续的电影当中继续看到他的出现，或者是有他专属的个人电影更好。这个反派精兵看起来虽然是一个拥有很多手下的大魔头，但是他想要做的坏事又只是一个小人物的心愿和目标。 不像是一般的英雄电影，要塑造一个强大的反派，要成为主角巨大的主力，就像是蝙蝠侠、超人啊那些电影里面他们的反派一样。于是这个精兵和其他几位蜘蛛人的地位就差不多，只是芸芸众生里面的其中一个凡人。我蛮喜欢这部电影对他处理的方式，就像我在上一支影片说了，作为一个以青少年为主角，以青少年在成长中的问题作为主题的电影来说，主角要面对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 至于外在，而是内在。青少年时期是人生很大的转变期，你有没有办法面对你自己的改变？全力要向你要去的地方。这部电影的音乐很棒，类似《金牌拳手复仇》一样，用了很多电子嘻哈音乐，非常的青春有活力，很适合这部电影。再来谈谈这部电影非常大胆的美术风格，在好莱坞的动画电影已经发展到一个极致，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的时候，《蜘蛛人新宇宙》的动画风格做了很新潮的转变跟实验。 你可以注意里面人物的脸孔是在 3D 的模组上面再加上了许多的线条，让人物可以有更多的情绪，呈现一种像是 2D 漫画的感觉。还有取消动态模拟之类的手法，贴近漫画书的色彩表现。总之，它不同于之前的动画电影，在追求真实感上面下了很多的功夫，而是打破既有的做法，在表现手法上面用了很大的心力。最后谈到这部电影当中的洋葱，就是 Stanley 的登场。 当然，他这次的客串不是他的本人，而是画出来的。不过，这个客串非常的有意思。除了这是他过世之后，我们第一次看到他在电影上面出现，更是利用他的角色传达整部电影的思想还有价值。不要对未来的事情过度担忧，有所顾虑。人生不能回头，买了也不能退费。相信自己的天分，是你的就是你的。 我会这么喜欢《蜘蛛人新宇宙》这部电影，很大的程度是它的剧本难度真的很高，近乎完美的达到了平衡，而且也有很多的创意，新旧蜘蛛人之间的传承、感人的情节、绝佳的视觉效果，适合给想要一部很棒的超级英雄电影、动画电影、青少年成长电影的观众。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帮我按赞，还有把它分享出去，还有找你的订阅钮，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别忘了在订阅之后赞一下那个小铃铛。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这是罗比频道，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我们下支影片见了，拜拜。